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女性励志大戏《陆贞传奇》中，李文文饰演的腊梅是剧中典型的反面角色。剧中的李文文是工于心计、忠于上级的宫女，但在生活中的李文文却是拥有传统女性优雅气质的小女人。在最新一组写真大片中，李文文以一袭蓝色长裙散发出大气场的独特魅力。收养变马儿走，娱乐99，搜集分享。